吃完，过来坐。还是坐我这边吧。红哥，怎么了，老爹？你是对我坐在我未婚夫君旁边有什么异议吗？坐我旁边，防止你惹祸。我坐在我未婚夫君旁边会很乖的。好了，阿冲，吃饭。 好的，红哥。朱婉，你今日的学习怎么样了？阿弟教我教的非常好。是吗？是的，红哥，我一定会好好教朱婉的。我自然信你。